这个鞋子合适吗？妈妈，哎，能不学这个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它很臭。你看你现在穿上那么帅的衣服，宝宝好帅呀！而且骑马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，真的。有些事情你一开始不太喜欢，但后来坚持做下来了，你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。咱们要不要去试试呀？好吧，走。等会儿啊，你看，谢谢啊，老师。不用谢，来站这儿。子言，抓好那个。于太太。其实于太太不容易，小媳妇儿续弦，上一个留下两个孩子，一大一小，大的出国念书，小的她带着。听说关系处不来，又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想来在家日子也不好过。哎呀，你那个什么时候买到的？不是说已经断货停产了吗？你说这个啊？我让他们给我留的，昨天刚到。怎么样？这个手镯我可以给你加点价。它是难买的爆款系列，其他的加不了。好看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哎，亲爱的，你帮我确认一下，你上次帮我挑的手镯是上海最后一个吧？最近来新的了吗？我帮你确认过了，他们说就这一只，而且是季节限定。你买完之后呢，就没再来过货。你说有钱人会去二手店买东西吗？反正我了解到的应该是不会。真正有钱的客人都不会去买二手的东西的，心里有忌讳嘛。好的，谢了，亲爱的。宝贝，喝点水吧。我昨天又梦见你了。真的？我梦见你被马踢了一脚。宝宝，不好这么说话的。怎么可以梦到妈妈被马踢了一脚呢？您家孩子学了多久了？一年多了。说实在话，我是真不愿意陪着来。你们夏天晒，冬天冷的。这以前就听说申请国外的学校起码是加分。我跟你说，为了孩子，这事儿也得坚持。我真觉得您挺棒的。于太太，那您先生那边……哎，宝宝。小心别踩到，别马蹄子别踩到你。于太太，没事吧？镯子都摔坏了，你这镯子是在二手店买的吧？从来当后妈都是最难的。我真的是够了。我一直以为我能做到，可这事儿比我想象中难太多了。我不敢说，我不敢打，我生怕挂点脸嘛，人家就说我后妈虐待孩子。我做的还不够吗？风里雨里的，他学什么我都陪着，可他就是把我当仇人一样的。我在家连个阿姨都不如。可老于还觉得我有问题，觉得我不懂事，连个孩子都管不了，我管得了吗？我到最后他还看不起我，
为了这个家，我戏也不拍了，生活费也没了。我每天像个乞丐一样讨点生活费。是，我是买二手货，我不买行吗？我不买，我在太太圈能混得开吗？你既然没当过妈妈，就不要假装是个妈妈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小孩子都很有灵气的，他能清楚地感知到你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他，无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，你可以适当地流露出你最真实的情绪，他们是能感受到的，这样才会放下戒备心。其实孩子最清楚了，他自己的妈妈没了，没人能取代那个位置。你要是想着取代那个位置，他一定会把你当成假想敌。不如做个朋友试试吧。能管用吗？试一试，总不会比现在更差吧。你带着孩子来这个马场，又一直讨好我，你想干嘛？我希望您先生乐园的烟花招标，考虑我们家。你还挺敢说的啊。